艺人李丽珍12月2日在香港九龙湾出席真人秀节目《一切从失婚开始》宣传活动。节目中，李丽珍和一位男素人结伴同游台湾，并互相倾诉心声。那会不会在不知不觉间回忆起一些过往离婚的经历呢？以前的婚姻有谈一些些经历啊，感受啊，感想啊，这样，可是没有想，没有说太多了，因为始终都已经过去了，也没有放在脑子里很多了，很多已经给我忘记放下了，就是跟一般朋友谈谈而已哦。那既然李丽珍你已经将过去差不多都放下了，会不会满心期待有一个新的开始呢？这个要看缘分，要看天意啦。因为之前的姻缘都不是很好啊，那希望上天可以给我一个好的伴侣吧。另外，马上就是圣诞节了，李丽珍，你要不要趁着这个浪漫的节日，给一些追求你的男人约你的机会呀？圣诞节如果有约会的话，都给他们一个机会吧。魔方传媒香港报道。